杨幂大幂幂的脚臭一直被网友所诟病，源于杨幂录制《快乐大本营》时秒到宠物何炅，说狗狗对嗅觉非常敏感，谁的脚臭狗狗一定会嗅了出来，狗狗最终停在杨幂的脚边不愿离开，脚臭就这么给传了开来。二，深田恭子长相甜美的深田恭子事实上是个体味一族，据说脚很容易出汗的他有严重的脚臭，这让深田恭子感到十分为难。据悉深田恭子在家接待客人都不敢轻易脱掉鞋子，就怕吓到了客人。三，玉恩泰《武林外传》中玉恩泰饰演的秀才和大嘴姚晨有不少的亲热戏份，但姚晨却爆出玉恩泰口臭，因为大家关系好，姚晨在拍摄吻戏期间虽极其不情愿，但还是要硬着头皮上。四，何洁参加超级女声时被爆出有狐臭，因为这是何洁曾非常苦恼和自卑，甚至大夏天在任何活动面前都包裹得严严实实，后来决定做狐臭手术。现在的何洁在台上发光发亮，自信的样子让她看起来更美丽。五，曾宝仪曾有严重口臭，有一次跟张柏芝同台，可能是无意中闻到来自曾宝仪传来的口臭，张柏芝说道，你有口臭了是不是胃不好，旁边的人都向曾宝仪投来讶异的眼光，这让曾宝仪也十分尴尬。六，